么就没有人。这儿没人住哈？没有，二是见了好多虫子。狗最近在大姐说了，半年来可能都只有她喂，狗主人也不知道去哪儿了。它这脸上还有伤。你看它，它后边，好大一块。我自己花钱买的东西，不可能给你们白拿走的。是是，您说的是有理，但是咱也就是养了这么长这么多年了，而且给您也是说有一定贡献了，咱说吃肯定也是开玩笑了吧，这也不忍心吃吧。主要是他现在这种情况，咱是不是经常在外面，这半年多都没有看到您，就是过来照顾他喂他，是不是挺忙的？我在外面做生意，这边都是我在村里边也是有头有脸的人，我不在家的时候七大姨八大婶的可能也稍微会给他点吃的什么的，这我就不管了，反正现在也没有这个能力了，对我来说现在也没什么太大的价值，也不要你们多啊，给个多少钱，给个800块钱带走行吗？我也是生意人，做的讲话比较直啊。大哥在这边给你。行行行，那谢谢你们啊。啊行。大哥，咱以后一定要照顾好狗呀，这种太惨了。啊，豆仔，跟他们走吧啊。豆仔，愿意跟我们走吗？走了，豆仔，起来吗？把他抱走吧。哎呀，那咱们就走了哈，起来吗？起来，起现在小秋我们带到医院过来检查了，然后呢，主要一个皮肤病，一个问题，然后还有身上的有很多小的伤口，这个伤口我们刚才已经清创完成了，然后还拿了相对应的药，我们每回家之后每次都给他涂下药膏，就应该会好得很快。还有就是他这个皮肤病嘛，我们大概需要一周给他洗1到2次的药浴，这个我们回家就慢慢洗。还有刚才我们还特意问了陈医生，他因为他已经瘦的皮包骨，问他是否还有一些身体内部的原因，陈医生也检查了，说主要就是之前他之前的食物嘛，因为可能没人给喂饭之类的，一点吃都没有，所以是饿成这个样子，他并不是身体内部有什么原因。然后呢，我们以后也会变成一个大胖妞，是吗？慢慢的嘛，也不疼吧？这就说不疼，他害怕。不用害怕，
咱涂完药给你吃肉肉好不好？给你吃鸡胸肉。小秋别动哈。其实我们也是想让小秋多出来玩一会儿，他的脚还没有好，只能每天活动五分钟。干啥呢你俩？给擦擦脚，都围那么近。小秋给你擦够了哈，给小秋擦，快起来，起来，起来。把你手放好，就摸摸你，就摸摸你。好嘞，好嘞。哦，好嘞，好嘞，两只小猫团哈。都要雨露均沾，是不是啊？那其他小伙伴怎么了？那你们在这里原先歇着，我带他们的出去穿。嗯，怎么样？嗯，乖乖的，乖乖的，乖乖的。准备了，小九现在多，就摸了。起来起来起来，哎，别起来，跳跳大浩，你表演一下吧。摸摸摸摸娜塔莎，小秋不同意了。咬你手。不让你摸小米。谁接了我现在的、啊、我打靠边。哎，过来，我踩上也给我系鞋带吧，啊，不管哈，好了好了，系鞋带。小秋撒娇，小秋日常撒娇。哦，公主握手了。嗯，哎呀，公主长得也太漂亮了，对不对，小秋公主？小秋，小秋看我，小秋快过来，哎，过来宝贝，哎呀。公主请握手。哦哦哦，小公主哈，到底是聪明能听懂话。嗯，当时看你还以为是警猫呢，结果你看现在长得瘦的好像，现在看着又像是拉布拉多了。到底是什么啊？拉布拉多精，拉布拉精。不管是什么，咱们都是一只聪明的小狗狗，对不对？
你把自己绊着了，小球，完了，撒谎了，喊不回来了。小米，小米，小米啊！小秋与道格尔都开始匍匐。累了，你65斤，你就在2步你就累了，你看舌头打了这。我都累了，之前搁学校跑百米都没能累。哎，你回来看他俩舌头打的，成都的举多少，咱多累。下下下下。你看，小米都懂体育知识。嗯。运动完过后不能歇，不能直接。哈哈。你得稍微放松一下，对吧？对。小米啊，小米，闻气味了。这么紧，咱们兄弟三人合个照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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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米，什么味道那么迷人？过来，哪个狗搁那放？小米啊，搁那尿尿了，急死了。你肚没行，你肚没吧，小雨带回家。快快快，下雨下雨下雨了下雨了，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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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必要跑那么快吧，下雨你又给